大家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清初彭绍升居士曰：此经阐扬者少，实以无善本故。清朝初年这个彭绍升居士这也是我们净宗的一位大德他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法语，说到遇到念佛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所以他对净土法门的见地非常的深他也感触到这一部无量寿经阐扬者比较少，主要是因为没有汇集的善本。那莲公老人悲智双运，中说俱通，那这中门教下都是通达的，圆融显密禅境于一心。老人家也有说到从这一段话呢，可以感觉到夏老他是圆融显教密宗禅宗净土，这些他都学过，而且都是高人指导，都学得很深入，都不是泛泛之学呀。尤其我们听到黄念老说到密宗的贡嘎上师都曾经说他当时候好像是在北京吧，这个贡嘎上师就说现在能传法唯夏老一人了。那这样的上师那不随便说话了还让黄念老去传话给夏老，看他愿不愿意承接这个密宗的法脉那夏老表达他已经表法专弘净土了，所以真的是有道德有智慧有境界所以老和尚这一段话也是让我们对夏老升起坚定的信心尤其这里提到专弘持名念佛摄万德因为夏老晚年归净土，然后希望这一部经能够利益后世，所以记此无上宝典扰益当来。因为这一部经佛已经点出来了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
所以知道这一部宝典对后世末法众生的重要性，所以乃济前贤，重新汇集啊，济王龙书居士啊，魏默生居士啊，这些前贤的这个汇集工作，希望啊把它做圆满啊，摒弃万缘，眼观三载呀、那得万缘放下，全神贯注啊，来汇集这部经啊，静寂谈结界。净坛结界等于是都不出这一个范围啊，明心孤意啊，搞经实意，方庆精神。这个明心，那是摒除所有的杂念俗念啊，得专心致志刻苦用功。孤意呢啊，是指他达到啊很高的造诣啊，很高的境界啊，那等于是他全神贯注啊，沉潜，然后去深入这五种缘义本，然后再把它们所有的精华汇集起来，而且呢，这稿件呢，经过十次的修改，才汇集完成。然后又蒙慧明老和尚印证，然后慈州老法师呢专讲于济南啊，这都是当时的高僧呢。那这个慈州法师并轻未科判，还为他的汇集本做科判。所以这一些高僧大德啊，也都很清楚啊，这个汇集本的不容易、殊胜，还有它的重要性。而当时候啊，居士当中啊，最有威望啊，是南美北夏，北是夏莲居老居士，南美是梅光熙老居士，他是黄念老的舅舅，而且也是李炳南老师学唯识的老师啊，所以梅光熙老居士也是李老的老师哦。而梅公于中广播讲此经呢，能够在中广讲这一部经呢，那太难得了，所以称为最善之本。且在序文中赞曰：“啊，梅老赞叹这一部汇集本，精当明确，凿然有据。”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溢出本经之外啊，所以也都是述而不作啊，都有出处的。
兼色成慧，使之爽朗，凡复冗慢，归于简洁，凌乱必成真言，缺疏悉令圆满，必其有美皆备啊，无地不收。这五种原译本里面，这些重要的经文、精辟的教诲，通通都含摄在里面。啊，虽欲不畏之善本，不可得也。等于是汇集的太圆满，没有话说了。我们俗话说，化腐朽为神奇啊。好，那当然呢，大家可以啊，去读读五种原译本。啊，陈德曾经去读过，读过其中一本，我也忘记哪一本了。啊，那读起来，感觉真的没有汇集本那么顺。啊，所以这里面提到的，兼色成慧，使之爽朗。啊，繁复冗慢，归于简洁。这个真的自己去读过之后啊，这种佩服啊，会升起来。啊，那个对夏老更有信心呢。啊，所以老法师说啊，这个汇集本呢是精品啊。非常恰当，没有不妥当之处。所以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根据五种原译本出来的。好，所以五种原译本里面假如有缺陷啊，他把它补起来。那等于是啊，用五种本子啊来拼图啊，啊，然后拼出呢最美丽的、最善的，哦，那这个功夫啊确实不简单呢。好，所以。这里提到是此本问世以来讲说赞扬啊，流播中外，见者闻者欢喜信受，行见大经光明常照世间，无量寿经之善本，于之庆献，此时为稀有难逢之大事因缘也。好，我们看到老和尚从李老手中接过汇集本，而且我们也感觉这弘这一部汇集本也不简单了。因为这一部诸部汇集本是要度末法九千年众生的，所以是魔功震动啊，所以不可能没有障碍啊。当时候老人家很欢喜要讲啊，那李老师都说再等等啊。那好像老人家原籍十多年之后，师父上人才宣讲，尤其在海外宣讲啊，那海外大众啊，依此汇集本修学成就的非常的多。
然后后来从海外又弘扬到国内，也是成就的人。我们有听闻的，甚至有看到照片的，太多了，我自己接触到的就不少了。啊，尤其啊，真是佛菩萨太慈悲了。海贤老法师来给这一部汇集本做证明了。啊，他老人家活到112岁。透过老人家的师父上人呢，给我们开解，说这不是他本来的寿命了。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了，他说都叫阿弥陀佛啊，他们称老佛爷啊，赶快带他走。哦，都没有带他走啊，留他在世间表法。那真是让人看了，连没学佛的人都叹为观止啊！啊，112岁，啊，逢生跑，眼睛啊这么明亮啊，啊，然后呢，上树摘柿子请客人吃，啊，112岁啊，而且你看说走就走了，没有一点障碍啊！而且往生前一天晚上跟弟子说啊，因为他还在干农活，弟子说老和尚这个完了别干了啊，他老人家回答啊，再干一回啊，啊，我就不干了。这个话中应该是一语双关了，那弟子们啊没有留心到啊，当天晚上啊还敲着引磬念佛啊，就自在往生了啊。而最重要的表法啊，往生前3天刚好拿到啊，若要佛法心呢，唯有身战身这一本书籍。而这一本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肯定了啊，师父上人弘扬这一部经了。那这么一个表法啊，因为他老人家一生呢，没有主动让人家照相的。啊，那刚好拿到这部书，很高兴啊！啊，马上搭衣啊，穿袍搭衣啊，来来，给我照张相。那这张照片应该大家都看过吧？3天之后就走了。好，我们从这里要观察佛菩萨讲话做事啊，恰到好处。看3天呢，想找他辩论的人都找不到了。哦，赶过来，哎，老人家走了啊，震慑他，那么生死自在。嗯，哦，所以善本问世了。啊，确实是难逢之大事因缘。那因为啊，我们时间有限啊，所以啊，整个大经解，大家假如有时间可以多看啊，承德可能也是在我们石门开启这个部分，也是挑一些重点跟大家探讨。那在这一段文的最后啊，这第七段文的最后，我们看到啊，黄老说道啊，
啊，自己乃巨夫下凡。啊，入蒙先师啊，以注解弘扬此经之大事相主。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祖师的话呢特别感动所以也跟大家说呀，神教祖师就像我们念那个劝发菩提经文，我们一开头念到不孝余下凡夫身，实显泣血其赏，哀告现前大众，即当世净性男女等，唯愿慈悲稍加听察。就祖师那颗心啊，就是感觉太慈悲了真是不忍心辜负所以我们看黄老他修行境界这么高，但是他们都是这样的态度真的都是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记得有一次也是听黄老开示他就像我这样的凡夫每天呢不能不羞耻当时候他的任务很重他都提到我每天还要注解大经我每天佛号三万当时看了的特别震撼都在给我们标法所以祖师这一份谦卑这一份呢承担了都是我们的学处他提到了入蒙先师以注解弘扬此经是大事这么重大的事嘱托给他呢余虽初发大行但以葬身会前承此重命十身惶惧所幸曾参先师讲习亲闻此经全部我们这里也了解到这个黄念老也是很认认真真的听过夏莲老把这一部经讲完整的而且且于二十载随侍之中得临禅静密各宗玄奥
初晓，先师汇集大清。啊，这身心啊，60年代初啊，曾试写此经玄义之提纲一册，曾是见合信蒙应可啊，只是把玄义这个部分的提纲呈给老师看，来信蒙应可啊。其实老师最重要的不是看他写完整没有啊，看他的心境到位了应可啊。但经文革浩劫，此稿已荡然无语啊。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啊，也体会到呢，这些法宝之不易啊。也联想到老和尚为什么《四库全书》要印112套啊，《四库会要》印了330多套，都怕亡失掉啊。好，那现在不怕了啊，在全世界各大学都有了。接着我们看师父上人说，假如没有人能深入啊，没有人能把其中的义理开解来利益众生，那不就是一堆白纸了吗？师父真是好人做到底啊！什么事情都是勇于去担当，印了那么多书了，就想着那要培养弘道人才来弘扬啊，刚好遇到修士校长，他把自己这个顾虑啊讲出来，结果特别难得啊，一个英国人就特别认可啊老人家的这一份愿心，所以合作我办学。那现于年逾啊，年逾古稀呀，年逾古稀啊，就超过70岁了，腹多数疾呀，老人家晚年呢，身体也不是很理想，其实啊，都是带众生苦。承德也是有一次听黄老讲经，他说他在文革所受的苦加在8个人身上，8个人都得死了。我当时非常震撼的啊，因为大修行人不打妄语啊，我们可以想象8个人啊，所以可见黄老他知道自己责任是重大，而我们也想想8个人都得死了，大家想一想，那这个对身体损害有多大？确实也是带众生苦啊。菩萨是德，
我们仔细去观察，都能从黄老师父上人和夏老这些祖师他们的一生里面呢，感受到随缘妙用啊，威仪有责啊，柔和直直啊，待众生苦啊。黄老说到了，愧深恩之未报啊，惧无常之将至啊，这个也让我们体会啊，黄老做注解的心境啊。于是奋老病之缠身，即传灯之弘誓啊，以此身性供养三宝啊，闭门谢客，全力助经，既报先师，即十方三世上师三宝啊，与法界众生之深恩啊，与万亿啊。那从这一段话呢啊，我们深刻啊，就感受到黄老上报四恩下济三苦的心境啊。就像楞严经当中啊，阿难尊者说，净止身心奉尘刹，实则名为报佛恩。所以我们能体会到，从这一段文体会到夏老的苦心，黄老的苦心啊，我们不忘啊这些师长的恩德，我们也是发起菩提心，发起承传大经的心，发起续活慧命的心。那我们来学习，来深入，进而来弘扬。我们看下一段文呢，提到本经之殊胜在于气理气机，理者实际理体意即真如实相。因为本经呢，乃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并会以真实之力所以纯依真实那我们看实际离体亦即真如实相。实相其实就是诸法实相事实真相。那真实之本际其实就是讲能够气理气机来说出诸法实相来。所以这一部经
三个真实啊，让我们体会纯一真实啊。那这个后面呢，我们再就一些注解来深入。好，又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经中所全之一切事理，即华严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之一真法界。所以华严密奥之理体正在本经。好，那这个是代表气理的。好，所以这一部经呢，是中本华严。甚至这一部经啊，是密教显说啊。哦，这个真是第一经哦。我们看到夏老，他汇集进修捷要。其实第十一拜，禅静不二，一心观理，佛由心生，心随佛现。心外无境，全佛是心；境外无心，全他即智。弘明正章自性，净土方显唯心。感应道教，呼应同时，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这禅境不二了。第十二拜，密境不二，一心观理显密一体，身土不二，称名无异持咒，教主即是本尊，大日遮呢同归光寿，华藏密眼不离极乐，数穷三际，横遍时虚。阿弥陀佛。所以华严当中啊，事理无碍，事事无碍，这个叫一真法界。那理事无碍呢，说的是呢，这个理啊，可以由事显出来。从理啊看到事，又从事看到理，理事圆融啊，这是理事无碍啊。我们自己学了很多教理啊，能不能用在事上？这是理事无碍啊。假如理不能用在事上，这个理也不算贯通啊。那比方说我们一般在听故事，事中啊微妙之理啊，我们能不能听出来？还是听着事，听啊听啊，故事很好听，有没有什么领悟啊？好像没什么感觉。所以大家有没有观察老和尚讲经，他在开解一个故事啊。比方六祖大师啊，短短一段经历，好多很深的义理啊，都被老人家点出来。明明同样听一个故事，老人家从事见理见得这么深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学处哦。那事事无碍啊，这个用佛家
来诠释是一切分歧是法啊，这个分歧啊，就是有差别的，叫分歧。所以一切有分歧的事，表面上看呢，虽然有差别，可是从一心啊，因为所有的事啊，都是我们这个理体所显的，这个理就是我们的真心呢。啊，从一心所显的这个角度啊，他们的性质啊是一呀。啊，这个在佛门常常用的比喻叫以金作气呀，气气皆金。啊，你用金子造一个观世音菩萨，你也可以用金子造一个茶杯。哎，从相上有差别。啊，从性质上，从本质上没有差别。啊，所以是称性圆融啊。啊，所以老法师当时候比喻啊，哎，五根手指头不同宗教啊，看起来不一样啊。哎，但是看到根本呢，同啊。都是从手心呢延伸出去的。哎，那进一步，老人家还说了，观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哎，这个从理上讲讲得通啊。啊，不同民族他们的根性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佛菩萨去应化，那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有些可以直接劝他念阿弥陀佛，他就欢喜了，直接念，直接了当，心做心事的念了。那有一些他现在你跟他说啊，行善呢，啊，能升天呢，他特别高兴，那你就要应他的机咯。啊，那他升天了啊，那我们不升天了啊。哎，老法师有说啊，修行人不求来世福报啊，不再轮回了。那我们到时候可以到天界配合去讲无量寿经。哎哎，你们的亲戚朋友应该有信天主教、基督教很虔诚的吧？哦，信伊斯兰教，好、哦、有没有？啊，承德有遇过啊。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出最多力的校长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李金化校长啊，我感觉啊，有他的配合啊，差很多啊。啊，你看我们在弘扬中华文化，然后这个校长又有威望，我是基督徒啊。人家一讲，哎呀，这个学中华传统话可以不分宗教的，哎，没有他这个表法，我们这个还彰显不出来。所以真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我们不可以执着。一定要他这一辈子就要相信念佛，搞得他反感，那这个就太强求了。我们佛门说随缘，你现在跟他培养好很好的关系啊，赞叹他的宗教，他看到你就高兴，
这个缘结好了，不久之后，哎，我们一起去这个啊天上啊啊，依他们的经典，应该是在33天啊，忉利天啊，因为欲还没有去掉，还在欲界天啊，我们再一起配合啊啊，顺便把阿弥陀佛也邀请去啊。啊，这个叫做这个亲眷法界逍遥游嘛，哎，法界逍遥游啊，这个天界也在法界之中嘛，哦，所以这个老人家你看很会比喻啊，啊，用这个手指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所以称性融通啊，依多相及啊，大小互融啊，重重无尽啊，故世事无碍法界。这个重重无尽啊，啊，好像那个罗网。罗网有那个宝珠啊，这么多罗网里面的宝珠和每个宝珠里面都映射着所有的珠啊，那它映的所有珠里面，那个珠里面又有重重的宝珠在里面，哦，好像是八块镜子摆在一起，那个重重无尽的境界就看到了，啊，其实我们现在互相看呢，我们的这个瞳孔就是重重无尽了，哦，而且这个重重无尽啊，也是在人世境缘里面也有，当我们在告诉别人。你的家人是你的依报啊，依报随着你的正报转。其实我们在说的时候啊，那这个亲戚朋友也是我的依报啊，是吧？也随着我的正报转。所以学佛的人就像《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的，作见自信是众生，故愿度脱；自性是佛道，故愿成就。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啊，如是发心，名之为缘哦。好，这个就要我们自己多去体会了。而老法师真是太慈悲智慧的善知识了。你看他老人家还特别要说，我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话，怕我们不够重视这句话，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啊！啊，那一天啊，我们纯元他学过射箭了，那他也分享了。他整个学射箭啊，或者在射箭当中射箭完，这种心境真的是在修身呢，这艺术化的教学。
也印证中庸说的色有似乎君子，失诸真骨，反求诸其身。这箭没有射准呢，不能怪别人了。好，好，所以这个称性融通，再多再杂的事，理是一个。事是有，理是空，有是妙有，空是真空，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理不爱事，事不爱理，事事也无爱。这个要我们自己在世上练。大家有没有遇过两难的情况？哎，有佛法就有办法。好，我们呢，先上课啊，我们后面还有时间啊。我们再来讨论看看，哎，我们学了之后用在处世待人接物，把无量寿经用出世事无碍来，哎，这个就有味道了。而佛门有一句话，真空非空啊，妙有非有啊，这句话都很有味道。妙有，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它刹那生灭，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但是真空不空啊，真空是指我们的真心了，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它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它永恒存在哦，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好啊，这些义理啊，在后面的经文也会有提到啊，我们再顺着黄老的注解来深入。所以这一段话后面提到华严密奥之离体，所以华严经用现在的话讲，就宇宙万有，用佛经上的话说呢，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的性相理事因果，华严经啊，全都说圆满，所以华严经叫圆满法轮呢。那华严经的精髓又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的华严奥秘这离体正在本经，而且呢。这个黄念老用十门开启来讲无量寿经，也是表华严的意趣啊。当时候明朝末年呢，莲池大师他讲弥陀经疏钞啊，也是用华严的十门开启。因为那时候净土宗比较没落，很多人轻视净土宗，所以莲池大师用心良苦，也用十门开启
啊，甚至于讲解十玄门啊，那都是华严的境界，来让大家体会啊，真的无量寿经啊，是中本华严。好，我们看呢这个机的部分，机者啊，根基。至于契机啊，则更是本经之独胜，经中之持名法门呢、持名念佛，普被三根，其收繁盛。那这契机咯，这个机很广大的，广大到什么程度呢？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承担，他不怀疑了。他能体会啊，这一无量寿经啊，华严奥藏，法华密水的全体承担。那这个代表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下下根呢，亦可依之得度。所以上则文殊普贤法身大士，义君发愿求生，下至五逆十恶，临终念佛，亦必随愿得生，横出三界，圆登四土，顿与观音师至并肩呢。哇，那这个是最殊胜的地方了。顿就很快的，就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并肩了，用现在的话变成同学了。因为一往生呢，皆作阿惟越智菩萨，所以莲池大师赞叹的，越三奇于一念呢，那三大阿僧祇劫，那要修很久啊。而且那三大阿僧祇劫不是从我现在要修行开始算的，是从证得法身之后啊。三大阿僧祇劫是这么算来的。所以莲池大师觉得太殊胜了，越三奇啊、不用三大阿僧祇劫，就一念老实念，就能其诸胜于片言，就是这一句万德洪明。好，那当然这一段话我们也要注意了，临终念佛亦必随愿得生。有些人就执着这句话了，那临终念佛就可以往生了，那现在可以不用用功了，而是听法不能听偏掉了，现在可以造业，那更严重了，更偏颇了。而且临终要念佛啊，那是首先他过去生没有这个缘啊，今生没有这个缘啊，但是他过去的善根很厚啊。再来这种五逆十恶临终念佛啊，要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临终要清醒啊。那现在这一点呢，十个人里面超过一半办不到了。大部分超过一半走在那里走医院，那这个就做不了主。假如弥留了不省人事了，那就不可能
的念呢、啊。再来呢，临终要遇到善知识给他讲解念佛法门，劝他念佛，这第二个条件。他还要有这么好的增上缘啊。第三，他还肯接受。所以我们往生呢，两种情况，一种听闻之后就认真修学了，那平常积功累德，依教奉行，然后这个水到渠成，阿弥陀佛来接他了。啊，另一种就是临终忏悔，知道自己错了，那个忏悔的力量很大很大。其实忏悔就是真心的现前的。所以了凡四训说，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具足。这个黄念老都有举过，都是这二三十年的事情，好像是江苏有一个中医，他的弟弟啊，吃喝嫖赌都有，但是知道哥哥学佛，结果这个弟弟啊，临命终了，地狱相都现前了，但他有福报，他还清醒，然后就赶紧找他哥哥来啊，他知道念，他知道他哥哥学佛啊，这个时候他哥哥劝他，他真肯念，真忏悔了，往生极乐世界了。我们有时候举这个现代版的也很重要啊。现在人呢，你讲的那个都几百年前的了，眼前真有啊，不是没有了。所以可见此法门之究竟方便，善应群机呀、啊，上上根下下根，繁盛其收啊。立顿息批。我们再看呢，第九，净宗之妙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不废事法而证佛法，最为方便随时随地可修啊，不务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即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于未来，亦复自他聚力，造福社会与今世。我们遇到了，我们就要珍惜之外，也有责任哦。那黄老开解得很细哈、哦，他提到了，又契机者，意欲契合时机之意呀、啊，如来垂慈独留此经，与诸经灭尽之最后百年呢、啊。这个在经文当中都有说到，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啊，正表此经啊，能弃于当前及未来之社会也。未来到什么程度？末法九千年
最后一百年都还汽油。哦，而当前科学发达，人类因具之知识弥广啊，社会进步啊，每人所兼之责任倍增。这些话当中啊，我们也体会黄老啊也不是苛刻去要求，都是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当使其可从啊，都是设身处地啊，了解现在的状况啊，啊，每个人责任倍增哦。故贤应广学多能，鞠躬尽瘁，参加建设，造福人民，实现人间净土。在共业当中，我们要尽力去做啊，有别业啊。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啊，黄老也是提醒我们要尽心尽力，敦伦尽分。而当然哦，这个法门出生在你在造福人民，你在建设的时候就是修行啊。所以老法师说，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因为这个念字金心，心上真有佛，用真心去参加建设，造福人民，都是积功累德。好，那晚境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曾详引《无量寿经》文句。好，那我们想到《无量寿经》的经文，佛所行处，国义秋聚，米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民无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这是我们佛门对于世间社会很美好的一个目标啊，追求啊，做得到的哦。人之初性本善啊，人是可以教得好的。所以盖以此经双照四出世间，详示真俗二谛，夫净土之妙，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不废事法而证佛法。因持名之法最为方便的，随地可修，何待遁入山林呢？什么地点都可以修啊，不一定要到人迹罕至的山林里啊。随时可念呢，也不用挑什么时辰才能修啊。不劳闭关宴坐啊，好像好像要找一整块时间才能修行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都可以修啊，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啊。所以但发广大决心啊，一心专念名号啊，下至一念，十念一念，亦得往生，
不务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即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于未来，亦复自他聚力，造福社会于当时。一来，我们的一切行为啊，依佛所教导去做，就是世间的榜样。再来啊，一个真正念佛人呢，他头上有四十里烛光烛照啊，那这个地方不遭难了，真的是造福社会哦。好，那我们很幸运呢，遇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工作不妨碍念佛啊。那老法师也指导我们了。你要思考的时候要思维，当然也不能胡思乱想。思维依照做人做事的教理思维。要办事儿。只要不用脑了，佛号提起来。而用思考的时候，都是随顺经教，那也是在积功累德啊，所以真的不妨碍。而人呢，忙碌工作我们佛门很有名的王达铁，他每天工作很辛苦啊，一天不工作怕没饭吃了。但是你看他不废事法，正佛法正啊，他不离异佛法而行事法，他在世间工作他为什么不离佛法？他一句阿弥陀佛敲一声，就心里就念默念念出来，那他没有离开佛法，叫万德洪明，他都没有离开，怎么会离开佛法？那他就这样敲一下念一声，敲一下念一声连拉风箱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最后时间到了功满圆成了，要跟他太太说我要回家了然后就说了一首偈叮当叮当，久炼成钢，太平将至，我往西方。念完康就站着就走了很自在啊所以我们不只要羡慕啊，还要效法啊。现在就好好好好修啊，你们都还那么年轻啊，现在就万德洪明，能灭众罪那以后真的会表法殊胜啊。好啊，所以啊，昨天我们这个岳家学长提到他舅妈在他们面前真往生了，他有这样的福报他没有表演自在往生，就太对不起他舅妈了不能白看这么殊胜的法缘我们再看呢，经云呢，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岂有众生执施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我们看念老接着提到了，良以此经
符合社会之实况，真俗并照，事理双融。因为佛讲经啊，有依真谛，有依俗谛。依真谛，那华严会上那依真谛啊。可是凡夫听不懂啊，那依俗谛，凡夫啊比较能理解。但这一部经呢，真俗并照，事理双融，凡圣其说，心佛不恶，故能长存而独留于末世。良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一大藏教之旨归，实亦为此界他方，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不只是我们这个世间而已，是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所以啊，黄老提到了他感恩图报啊，发无上心，静住此经，续佛慧命。前起良土导师，十方如来，上师本尊，金刚护法，慈恩富护，威德名家，即此注释，上气甚心，广起众信，凡有见闻，同入弥陀一尘怨海。老人家很虔诚的求良土导师、十方如来、上师本尊、金刚护法、慈恩富护、威德名家，有感有应啊！而且啊，就如同黄老提的，他希望啊，自己这个注解能够跟诸佛如来的心呢、完全相应，然后啊，来启发广大的众生升起信心，而且啊，只要能够见闻的，都希望他同入弥陀一尘怨海。所以诸位同学们啊，我们现在在学啊，这个黄老就在极乐世界给我们放光了哈。就在加持我们。好。讲到这里也想到我们静修节要第31拜啊，一心观理尽虚空遍法界，常住三宝，十方护法菩萨、金刚、梵天、龙神、圣贤等众。这一念心尘感应不思议，相信我们也能解得很深，行得很透彻，得到啊真实的利益。我们能够住真实慧，能够进一步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好，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